ปีแหละก็จะเป็นคุยThank you.
上一车那个一半来。 你要拆爆人嘛，是吧？那一点点，我懂，我懂的。嗯，你看一点点，我给你拿走。你当然那边的东西拿走先。
좀 해봅니다. 들어갈 거라. 春卷就是自己卷东西的那种，所以其实我要准备花生口味的那种花生蘸酱。通常吃这种春卷都是边吃。Notice how long since I've been shit for.